真的房子。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对，总之不管，总之那我们孙悟空呢，就是对阿珍情有独钟。到底那个阿珍是他所说的那个中国的阿珍，还是真的？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对，真真假假，大家就要看我们，不要看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也给 KB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大概在这个时间介绍过两个角色。那我想，伟汤伟大哥，既然你们创业的，我们就能够我们当然是在广告商哦，场地赞助，我们认识。好，那待会我让你念一个场地赞助啊。对对对，可以告诉我们1188大同学跟1181跟20不一样。我觉得他们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二大同学，他不同地方在这里吗？哦，系名不一样啊。没有啦，我们第一系列呢，其实是我们原班的厂的那一条数，然后第二系列呢加了很多成员，然后第三系列呢还是回来我们那一家的，但是加了很多小鲜肉。哦，不同地方在这里。OK OK。好，因为18大团队来讲，就是在系列期间准备要欢庆独立成员的时候，然后接下来共同面对的问题，然后带去了一些温馨有趣，然后让接下来更加凝聚的这个力量，然后带给大家很正能量。我们掌声谢谢我们所有演员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好，那刚刚告诉大家，你们已经拿到一把枪，能够握手啊，这个拍打得到的那个凭证呢？不要客气，现在呢，可以慢慢的、有秩序的到我左手边这边来排队。好，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大家呢不要用你们的手机或者是你们的相机来录影。